小六，今天呢我们来野外搞个卤猪尾巴，四哥已经在上面生火煮水了，水开了就可以放下去煮一下。四哥，喂，水开了没有啊？啊，马上就好。不管了，先放下去。放两个辣椒，搞点生姜下去。陈皮、八角、香叶、米酒。煮好了，可以出锅了，先放在这里备用。煮过这个猪尾巴呢，就可以放到里面来卤制了。生姜、辣椒、陈皮、小茴、香叶、少许的盐，不用太多，因为等一下还要卤汁。白酒，上卤汁，哇，现在卤的差不多了，转过来吧。试一下它够软了没有？可以哦。嗯，可以，就拿起来了。这怎么来啊？我吃这个。你要这个？嗯。这很多瘦肉啊。我吃瘦的。小鸡，你吃哪一块？你要不要吃这个？这个有点肥，你瘦点，你吃吧。没问题，留这个给你。这个等一下，我们三个人每个人吃一点。好了，来用刀。嗯，太过瘾了。五哥，来你的。嗯，好的，谢谢。嗯，好吃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你们有没有尝试过这种吃猪尾巴呢？非常的香哦，不妨一试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，帮忙点个关注，再见。